影帝任达华的太太琪琪多年前已经放下名模的工作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女。然而因为身体素质过硬，经常出席大小媒体活动，但原来琪琪在设计上的功力多年来也完全没有荒废，最近更亲手设计了一系列陀飞轮手表。6月5日琪琪在香港举行大型发布会，身为老公的任达华无论再忙肯定都必须到场了。今天是最好的继续了，其实我在百忙之中从那个北京特别赶回来，做了今天之后呢，今天晚上马上要赶回北京去拍戏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支持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一生人啊红一次，我跟他买了25只手表，25，但是呢他没货给我，太好卖了，我现在要等生气。我说哎，我说琪琪，我不是跟你订了25只吗？他说对不起，我们都卖完了，我们几十真的没有货，你只要等他下一批，所以呢我只能等下一批。老公这么贴心，琪琪肯定开心的不要不要的了吧。其实我在这个活动之前，其实很多事情都怎么样说，好事多磨，又不见了我的相机照片，又扭到了我的腰，所以今天都算一切都顺利了，但是今天没货了，所以感觉又开心又紧张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